他的手不是普通人的手，他的手是钢琴家的手。你想清楚，就是我们的变，事业、梦想、未来，甚至是最要好的朋友，统统都没有。或许，当你感觉到快要没有力气的时候， 不想像往后倒的话，我已经准备好在后面支持你了。是你毁了阿月的人生，是你毁了我原本应该有的幸福。陈露，我不管你现在跟阿月到了什么程度，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凶手，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。如果爱情是双向的，那么我的应该有选择权，对吗？我一定要让阿月幸福，一定要让他幸福。1月24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《星星的泪光》。